是我第一次去韩国国家，我期待紧张，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很不喜欢穿很少的人，就是我跟娜娜基本上我们夏天会带外套出门那种，就是很不喜欢穿很少，也不喜欢穿泳衣的那一种，所以很紧张，然后又很期待，因为我看大家去峇里岛看起来都很好玩。我们今天是坐 PT 的飞机，应该还是先玩 PT 的飞机。从峇里岛要飞5个小时。舍不得睡，因为有半年没有坐飞机，是完了。这个旅程感觉特别珍贵，因为努力工作后犒赏自己的一趟旅程。后面走到这边而已，里面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。传说姐姐，开战了！爱丽丝是我，都被拿出来了，他们都还没排耶，这样，吧。他会直接在门口等我们，然后他也等超久。落地的时候，他其实就到了。我们三点半落地，然后呢，现在已经5:21了。很开心这次跟佩玉一起来峇里岛，好好玩哦，手超酸。第一次有人举牌接我，哎，我要去换衣服，快点快！欢迎。So this restaurant, right? Yes. And don't forget to enjoy the our afternoon tea. Oh. We got afternoon tea here. Yes. What time? Start 4:00. Uh huh. Yeah, you can serve order everything also. Uh huh. Okay. Yeah. Thank you. 啊，这是我们饭店的海滩，然后应该只有我们饭店的人才可以走过来，都没有人。有一个。